大家早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唐凤特生委员，还有我们的廖旭廖研究副技师来到我们现场来为我们做演讲。那我想唐凤特生委员大家都应该都有听过啊。那我也听过他的演讲，非常的精彩。有时候我听演讲的时候都会想睡觉，或者。2019年呢，全球思想家在名单之内啊、哦。那他小学，其实他上次演讲也讲过了，所以我就一直记得。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就会写微电方程式。那二年级开始会写电脑程式哦，真的是好天才哦。我看到现在这个电脑程式到现在电脑都不是很懂，但小学一年级就可以。那15岁的时候呢？学成为资讯文化人文化事业公司最年轻的合伙的股东，也是执行者，所以在16岁的时候就直接创办了网络公司了。那唐凤特生委员应该是自学，他是自学出身的啊、非常厉害，他也是真的是天才中的天才，智商180。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这边来为我们台山高中还有所有的还有我们新北的一些教师来做演讲。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先邀请廖旭明廖研究技师，他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是电影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的。那就谢谢您。其实我想谢谢校长的介绍，来那我想我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吧。我今天可能就是待会郑委员长先来就是分享他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我可能在过程当中可能跟郑委员互动的对话。那我想今天的专题就谈的是社会创新，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面临到整个科技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说特别是将来同学们去毕业之后怎么样，就是在升学之后进到社会里面，其实会遇到一个很大问题，今天社会跟未来其实都是大的，所以你们可是创造者，可能也是一个必须要适应的，所以一个我想在这个报告里面大概应该有很多的启示。那我们就还不如就如这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让更多人可以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所以透过网络的技术，我们不需要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革新。我们就请各位这里，谢谢。我们刚刚是180智商没有，在正月那个维氏系列测验测到169，没有小组，所以我觉得正月智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本来那个好，那为什么？是因为其实大家手机里面外围大概3个 app， 进去每个人都是测到160，都是爆表。所以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它还是有点意义，是说你准备一些数字，到位一些数字，什么转折数字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有手机之后，大家都是用手机直接就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重点还是人员之间怎么样彼此互动，这也是社会创新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试一个比较创新的方法，可能已经有朋友用过了，这个叫 Slido。 那如果是在场的朋友的话，欢迎直接用 QR code 相对里面那个加朋友的那个扫码程式就可以了，或者任何其他扫描任何程式。那如果是线上的朋友或者是你用电脑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 slido.com 然后输入612。那不管你是扫 QR code 或者是你是输入612，就是今天日期都会到同样一个网络上面的空间。那这个空间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说你可以匿名的来提问，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这种面对面的教室的时候，如果举手发问的话，多少都会打，还有就是其他者之类的，就有 peer pressure。那但是因为
是匿名发问嘛，所以大家都要把手机门手机关了，所以就可以有些地方有趣的问题就可以出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别人问的问题你可以按赞，按赞的数量越高的越会放到上面，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什么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完全由各位都是你做决定的，各位为什么我来就讲什么。那所以如果有10人按赞，我就知道说这个问题有10人想听，如果有5人按赞，我就知道这个问题有5人想听。那我们的时间节奏现在9:15嘛，大概先一个小时左右吧，啊，然后10:15稍微休息一下，然后10:30左右再回来，然后大概回到11:40左右，对，不超过12点。好，所以这是今天的时间的目前节奏。那也欢迎线上的朋友们随时的在线上给我们提问。那在现在大家还在想到底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先跟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从我的角度来看的所谓的律师所学的律师我是数位政委嘛，律师们的事。那数位政委到底是做什么呢？数位政委就是在行政院的院本部，我们知道台湾有32个部会，有部长或者是一个主委，那每个部会大概就代表一个不同的价值。那但是呢，在所有的部会之上，在院本部我们有九位政委，那九位政委所做的事情就是去调和这些不同的部会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新的事情出现，你不知道哪个部会该管的时候，那就是政府会去搞清楚说到底哪个部会做哪些事情。那每个政府委员都对一些新兴事物有一些任命的分工，那我的分工就是开放政府社会创新跟青年参与。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这是我办公室。那是在仁爱路399号，如果知道有个建国花市，还有一个建国花市的话，它就在建国花市的隔壁。那在以前它是空军总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是空军的什么自控点的什么一个场所啊之类的，但后来空军不使用了，所以现在这整区我们就把它变成叫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那社会创新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运用创新的方法能够去改变社会之间的人与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呢，方向说本来像这个足球场就是社会创新的很棒的例子，这个足球场的作者都是有Down syndrome， 就是唐氏综合症嘛，就是染色体跟我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朋友。那在有前额尔基金会之前，大家对他们的认识比较不多，那很多的称呼大概不会用科学的学名称呼，大家都是说或者智商或者白痴等等的这些。但是自从就是前额尔基金会出现之后，光是西汉尔或者汉尔这一个词就已经是一个社会创新，因为大家随着对他们的称呼的方式不同，就会发现说其实汉尔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贡献这个社会，不一定只是需要这个社会帮助，他也可以帮助这个社会。而桑丰他们在做艺术治疗的时候，他们艺术治疗师就发现说我们透过数学或者透过文字的方法来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但是汉尔朋友大概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所以你给他们看一个足球场，然后让他们画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画出来这个其实艺术治疗师也画不出来，但是有点像反骨的一个非常有 creative， 就是有创造力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这些汉尔的作品呢，其实不管在市大运啊，在很多的产品包装啊，在像我们称道的 art 等等，都是非常的有市场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是他们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个很独一无二的贡献，你换一个人来也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就从本来好像是需要照顾他们去落实，变成是反过来他们照顾这个空间，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这样子去翻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透过大家的参与，然后来达到社会更公平或者环境的更永续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那我在这个办公室，因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啊，其实那是我入的一个条件。我2年半以前入的时候谈了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啊。那所以为什么我挑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很有效的让大家进入一个有创新的感受。因为当你听到一个新的主意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冰冰的那种办公室里面的话，其实大概都不会给大家什么很好的感觉。但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带有一些汉尔的创作的 W Art， 而且我们每天开到半夜11点，而且有专属的厨房，让咖啡厅还有专属的厨师。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任何新的 idea 的时候，大概都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对创新就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每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都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只要24分钟。那我唯一要求的就是，那我要这个。
然后一共开过900多场会议。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也不是只是外面的人来找，像记者或者 office hour 的人或怎么样，事实上是我在院内的所有我主持的会议也是一样，所以不管是开放政府的协助会议、青年咨询委员会、新一代健保卡的测试规划，对，最近大家可能有听过渔港要开放钓鱼啊，这种先期的规划啊，或者是各种什么落实侦查公开啊、保山方案，各种这样子的会议，只要是我主持的，那就是会完成的，上网公开。上网公开并不是只是会议的时间、地点和结论而已，事实上是叫做逐字的公开，就是每个字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时间嘛，大概就可以非常清楚的重现这个访问的过程。那所以它也有中文检索，所以其实非常好用，就是你可以挑任何一个人讲任何一句话，然后就分享在 LINE 或者 Facebook 或什么上面，把它变成讨论的主题。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政策制定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政策，为什么要进行这一项社会创新，而不是说只是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政策的 what 分享给大家。那所以这个是常我开玩笑说数位政委，数位在中文里面其实也有不止一位的意思嘛。所以大家只要用这样子就是激进的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的这种方式，就像戴个 VR 眼镜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说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就不是只是数位政委，没有数十位、数百位的数千位政委，我常常都会接到一些 email 啊，或者是一些也站内心啊，或什么说他看了我的哪一场会议啊，觉得我哪里搞错了之类的。那我如果没有就是这种把每天的工作公开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收到大家这么多的集思广益。那我们在一个新的科技或者是一个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一手的经验。所以呢，其实每个礼拜三来找我的人，很多都是他有一个新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呢，他想要推广到全台湾或全世界，但是呢，他没有一个足够好的场域让大家能够看到。举例来讲，像在大概一年前吧，有一群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也发出了自驾车。那大家想到自驾车，可能想到都是开很快的，那但是他们研发的自驾车是三轮车。那三轮车虽然你同样听说跑得快了，那但是事实上是跑得很慢。那跑得很慢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撞到什么东西都不会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只比人跑得快一点，所以大概是不可能出任何什么致命的意外的。那但是呢，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台湾，那让台湾的人能够看到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群这个三轮车，或者看起来有点像购物车啊，那只要坐上去，告诉他想去哪里，就是把你就是很慢的载到那边去，或者你自己走路快一点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想要知道的并不是说，哎，一下还有什么商业模式，他想要知道的是说，大家对于这样子一种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想象，他怎么样去跟我们的人文环境加以整合，然后大家对他有什么不满之处。那这个呢，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就是 open innovation， 就是开放式的创新。那开放式的创新当然有很多啊，包含它的软体，叫做 open source 原始码的创新，包含它的硬体叫 open hardware， 包含它的资料叫做 open data 等等等等。就是它所就是整个创新的过程，它是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它也允许大家去任意的去改做。改做的意思就是它不顺眼，你给它改正想要的样子。那所以举例来讲，像这些三轮车第一次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他看到他没有办法判断的状况的时候，他会闪红灯。可是闪车红灯其实你不是很知道在想什么，也不是很直觉啊。重点也是说这个就看起来就不像是能够融入社会的样子，所以就有人诺贝尔他的学生开始改它，然后改成有两个眼睛啊，然后改成就是他会看着这个让他不知所措的人，他会眨眼啊，就是他会加入一下对很多人表情上去。那也就是说，重点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要因为这些技术有什么样的改变，先是这些技术要用我们社会的期待去做怎样子的调整。那这个只有开放式创新才可以做到，而不是说就是 MIT 人来决定看我们社会要怎样用这样子的三轮车。那所以当时我们办了好几场黑客松，那黑客松的意思就是大家花一段很长的时间一起去做一个对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做法的想象。那就像刚刚提到说经过画室，那很多人在画室的时候很难。或者买什么一些花盆，那就是那个越买就会越重，那就算提一个什么车，车到某个程度上，他也会觉得说，就是太重了，但是你不想逛了，他逛了一半就停了，那是很可惜的。那所以
所以有朋友就提议说，那我就把它改成一个好像是衣服去跟着你的一个菜篮，那你在花市逛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跟着你，那你买了什么东西，把它往上放，不用想，就继续往前走，然后跟着你嘛。那他如果容量太满了，他会再叫你来买，他在后面，那你买到最后就是倾向第一嘛，他就送你回家这样子。所以这个很想就是说，它是因地制宜的，按照那个地方实际的需求。那可能另外一种比较文化相关的，比方说你可以做成一个互动的导览，就是一些外国的游客来的时候，可以用它当地的语言去给他介绍，这个孔庄附近的历史啊、文化啊、文景啊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不是 prescriptive， 它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怎么做，反而是它是让大家来告诉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说，这个技术可以怎么样。社会，所以就是取之于社会，让大家可以建立和经历这个创新的过程，用之于社会，最后出来这个东西会是开放的，对大家有公共利益，这个呢就大概是社会创新的最基本的一个意思。那其实我一开始会讲，那个时候是在想说大家有问题想问，或者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就是在私底下这个想到什么都可以抛上去，而且不一定要跟社会创新有任何关系，就是一般想问什么就会是社会。那如果目前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继续讲下去。好，那这边当然这个放一下那个蔡英文总统的照片，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有句话他讲的很好，而且也很多反映我们现在社会创新的一个重点哈。他说以前我们想到民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两个价值中间的对决。那但是从现在开始，他希望我们想到民主的时候，想到的是多元价值中间的对话。那从对决到对话，就是社会创新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确实现在大家随便想，就想到很多价值之间，乍看之下是互相冲突的。好比像说经济的开发可能在左边，那环境的永续可能在右边，那这两个绳结可能一个是经济部长，一个是环保署长吧。那中间那个绳子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文化呢。都是匿名的，大家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他们要承受全国的压力嘛？那或者是说，就是新的科技的创新，然后跟社会的公平啊、正义啊等等等等，也是有一些拉锯的这个情况。反正有非常多啊，大家就可以自己稍微脑补一下。那大家在以前就是对于政府的期待，往往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哪些社会上的议题，每个议题可能有一个政府的部会或者是一个委员会。去组织大家起来，那组织起来之后，政府的作用就是在中间去找到一个权衡，让大家尽量不要牺牲太多，不要损失太多，因为如果绳子断掉了，那社会就会动乱，双方就没有办法有一致的意愿。所以，就作为组织者跟作为中间者的角色，是在上个世纪，就是当我们提到创新的时候，政府的角色常常被期待是要来组织跟来主宰创新。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说，自从有了网际网络，尤其是自从有了社群之后，这一套公共行政的理论其实是可以说已经破产。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不再需要代议事或者里长或者是市议员或者是部长来组织大家，任何人他只要开一个什么PTT 的一个版啊，或者是有一个 hashtag 啊，或者是说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活动页面啊，或者是在 Discord 上面发起一个什么活动啊，随便啊，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组织起可能上万人嘛。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需没有办法去依赖说传统的组织者或者所谓的头人去拥有上万下的方式去所谓的绑定他的 constituent， 就是他的会员。那因为大家是看到一件新兴的事情啊，忽然之间就涌起了五千人、上万人等等的朋友，那这些朋友可能会对我们一些特定的要求，好比像说即使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之类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公共政策联署平台，就是我们众云平台，大概一年多前就真的有一位朋友发起了这个联署，一瞬间就五六千人，那我们就必须要给予一个回应。那从环保署的角度来看，他本来就以为说，能够发起这样子，他一定是有高度组织能力的一个环保的领袖吧，才能在短时间就是招起那么多人。但是我们面对面跟大家这个跟这位联署人，就是提案人面对面。开始讨论开协作会的时候，发现他就是高中一年级15岁的一个小女生。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后来去分析，就是说他的公民课的老师出这个当做随堂作业，就是希望高中的学生尽可能去找能够联署到5000人的社会议题。然后他就去找到了这个，可能他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图片啊，像海龟杯、塑料
希望打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那但是就是瞬间就让我们看到很大的这个号召力。那这种组织形态就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就是环境团体的这种组织形态，是啊，对一个单一议题忽然之间有兴趣，然后一定要政府给出一个回答。那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不管是麦当劳也好，或者我刚这边咖啡也好，都没有足够习惯的嘛，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诉求真的是有点用的，那我倒是也必须来回应。那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势必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分门别类的，就是有一个新兴的议题，像什么人工智慧啊、自驾车啊、5G 啊、区块链啊，但是这个部分一来就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或一个新的部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或一个新的小组，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叫做 emergence， 就是涌现的这种新兴的创新的议题，政府的角色就要从以前的组织跟仲裁的角色换过来，变成我们是在中间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就跟蔡总统就是就职的时候讲的一样。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就不再是之前是谁是主要的组织者，我们怎么样敲翻还有大米杯，就是彼此之间就是表达起来。我们现在问的是说我们现在有不同的立场跟关系，但是我们透过公开的讨论，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那如果有共同的价值的话，那这些价值可能透过一些创新的方式，让不同立场的朋友们都至少觉得状况没有比以前坏，也就是说everything can live with it， 就是说都觉得说因为这个至少是一个粗略的共识。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对话，就可以 deliver 出所谓的 social innovation。当然，这样子的对话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零售经验，除非你实际跟这些自家的三轮车换过、用过。不然的话，我抽象的问你说，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大概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回答。但是大家在实际的互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出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human geography，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配置就会去让在里面的人去改变它的社会行为。通过不断观察这个行为，去了解到这个地方的特质，这个信息的 landscape 的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是有利的、是好的，还是这样子的配置对于这个社会是不好的？那大家必须要先有一些经验，才能够去进行判断。所以，一手经验的累积就是我们叫做 sandbox， 就是所谓的沙盒。那沙盒是我们最近两年在我们的中央政府特别能够着力推的一件事情。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受到现有的法规的限制，让大家有一些新的创意来的时候，可以先跟这个创意相处的半年或者一年，那在这样子的之后，我们再一起去进行就是评价进行判断。那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创新它发明的那个地方，跟它应用的地方，它的功能就是社会上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像我刚刚讲自驾车，在 MIT Media Lab 他们做过一个线上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如果这个自驾车当然它时速很慢，所以撞到人也不会怎么样嘛，但它如果非得撞谁，然后去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就是他应该让谁，谁是比较重要的，谁最不能够被撞上啊。那在台湾或者在日本或者这些受到这个公司思想影响的地方啊，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们应该先让长辈，先让老人身体就可以就是压过去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一些弱势朋友，那接下来可能是妇女，尤其是怀孕的妇女，那最后呢才是小孩子，也就是老弱妇孺啊在下面的顺序，因为我们从小听多了很多辈的。那但是呢，在 Boston 就是这些自驾车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小孩是绝对不能撞的啊，那长辈也随便吧。那所以，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并没有一个放出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德。我们如果不是把大家放在这个沙里面，让大家有一手的经验，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就说呢，我们有这个创新者来决定这个社会那怎么用这个技术的话，那就会出现一大堆就是没想的这个新的技术啊。所以我想让大家有一手的经验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当然现在中央有非常多就是为了社会创新而设计出来的沙盒，大概有5-6个。那大的就是发挥的平台经济，像说家里有一个停车位，那你就是上学或者上班的时候花个小时都用不到，所以现在有个创新说你可以就装一个小的这个车打，然后呢有人愿意付钱的话呢，你就在这8小时里面把你家的停车位租出去，对，是一个部分时间的业余停车场，那这样子可以缓解停车的这个问题。那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说这样子的平台经济，它到底算不算你要进一个职业的停车场？你需不需要取得一些执照呢？或者是说你需不需要缴纳营业税等等等等？
那这个插播就是让大家在就是一定的时间前面去试镜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让交通部最后给出一个判断，判断就是说如果你平均一个月下来每天租不到八个小时出去的话，那么这个算业余的，那也不算经营的就是职业的停车场。但是如果你每天经营超过八个小时的话，那个就算是职业的停车场。那这个就是在大家第一手经验之后就可以去讨论的，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做 AI Banking 所谓的金融互惠，互惠的意思就是让本来没有办法跟金融业打交道的朋友突然可以打交道。像有很多朋友可能才十八岁或者19岁，那之前的银行也没有很多就是存款借款的记录，那大家如果办信用卡的话你会了解到说它就是未来给你的那个上限是非常非常低的，可能就不会未来给你。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现在就有一个创新，他的想法是说虽然你没有跟银行太多往来经验，但是你有交电信费有经验，很多人很小就有自己的手机了，那你每个月如果都交得起499，跟你每个月都交得起1499，那可能它你的授信的额度就不一样。那也有现在很多年轻朋友根本不想去理会去开一个银行账号，那但是你在办SIM 卡的时候，就是办手机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示过双证件了，所以就有人主张说，那我就用你的 SIM 卡就当做开户的这个依据，那而且我用你交电信的记录来计算你的就是与你的授信的这个额度。那这个其实是金管会本来没有的一套规则，也就是说他如果硬去做的话是没有的，那透过这样子一个金融商呢，他就有一年的时间做出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创新是怎么回事，它到底会有更多的风险等等。那过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来问所有受到这个影响的人说，这个到底为什么是一件好事还是不是一件好事。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全球独步的陆海空无人的这个无人载具的这个条例了。那在其他的国家无人载具大概都是交通部在管，所以说无人机无人车和无人船大概都是完全不同的法规。那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是经济部在管嘛，所以经济部的角度来看是三个都一样，所以就是说当你这个研发出了什么看一看飞起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在海里这个航行一下又给上路的东西啊，这种2737的自驾的载具的时候你都完全可以不用管交通部本来在想什么，你可以把方向盘拔掉，然后就跟刚刚那个无人三轮车一样，然后去告诉经济部说我想要有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个实验，然后去实际解决。好比像说很多领导他现在很需要船的运输，或者是无人机的这个投递的运送，或者是这样子实际的这个地方为了这个做法，那你试一年之后，然后如果你的版本有道理，那我们就用你的版本来当做新的法规命令。如果过了一年之后大家觉得说这是没有不是真的有解决的问题，那我就感谢你的投资者帮大家付了学费，那大家就可以下一次用这个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尝试。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叫做社会创新带动法规创新 The Regulatory Co-creation。 那如果到 Sandbox 的话就可以踢到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到接近有100个各种不同的就是大家想尽办法去挑战现有的法规命令，或者是自己写出新的版本的法规命令，然后试了一阵子之后就变成真正的法规命令，因为大家有第一手的经验。那我们通常做法就是一年了，那如果一年试出来也觉得还不错，那也许我们还可以扩大范围或者扩大规模再试第二年，但是最多两年这个法规命令如果是好处理的话，那就会变成我们的法规命令的一部分。那当然这个时候立法院的朋友们都可以说，哎，不对，我想要这个另一个专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能只靠改法规命令改专法，专法由于立法嘛，不知道，所以如果立法院随时都可以去说，那我要一个专法，我不要用现有法来处理这件事。那如果立法院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可以花3年或花4年去为了你的这个实验定出一部专法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实验包含你的营业都是合法的，那但是对所有别人来讲都是非法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类似有限期间垄断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是靠这种有限期间的垄断去鼓励大家尽可能的去不要管我们现有的法规命令，然后去找一些真正对社会好的一些创新的方法出来。那当然就是等立法院实体把专法写出来之后，当然竞争者就会进入市场。不过我刚刚说地方的需求，到底要怎么样知道地方的需求呢？那我通常的做法就是礼拜三是大家来找我嘛，但是我在可能快两年前开始这个 office hour 之后，我就发现会来找我的大概就是台北、新北、桃园以及住离高铁站比较近的人。那意思就是他来台北的时间可能是2小时以内，那所以
他换了我的四肢运动，就非常有道理。那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那他就会找回来，就会回来。那所以我就会发现说，那这样下去，我是不是反而去助长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我反而是不是反而让原住民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偏向的朋友没有办法啊来参与政策的制定？所以很快就开始了在内两个礼拜二就开始透过青年自主委员会跟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去进行巡回。那巡回就是特别去到那些不在高铁站旁边的地方，那可能是花莲啊、台东啊、南投、基隆啊，甚至离岛啊这些的不同的地方。那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通常会先住个一个晚上，住个两个晚上，就是透过一种民族之妙，就是跟大家混谈的这个方式，就去了解当地就是大家到底在想什么。那我跟大家混了一两天之后呢，我就比较知道说，尤其是如果是部落的话，就是要让我们来知道那个部落有什么文化，然后就开始去问说，那大家到底有没有什么觉得被我们中央卡住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或者他们对当地的地方有什么愿景，希望我们中央的各部的朋友们知道。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也是全程公开的这样一个会议，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地的各方利益关系人都在，而且是会公开的，所以如果你私下跟他谈，很多人会去谈一些只对他个人有好处，但是牺牲大家公共利益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场合，即使是这些人，他也必须想出一些公共利益来跟你讲。所以大家都是就是比较好吧，就是有心都是有所提高，只是因为他透过公开的方式来开这个会议。那但是也不是只有我在，就是我们透过双向视讯，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就是两边都可以挂投影的这个方式。你有一个投影，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地方连起来；你有两个投影，就可以把三个不同的城市连起来。那理论上，你有四面墙，可以把五个不同的城市连起来，就是脖子会连起来。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把台北、台中、高雄、桃园、花莲、台东六个地方，任何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人，都连到旁边的一个空间里面来，透过双向视讯的方式。所以，然后这是台北，就是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就原来有我的办公室，但每次大概都有12个不同的部会，这些部会的朋友们就会齐聚一堂，然后透过双向视讯的方式去实际听这个地方他想要创新什么样的想法，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等等。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说，我们只要评分是足够，有MAGABS 以上啊，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大家脸上的表情。你看到大家脸上的表情的话呢，就自然会有叫见面三分情，就是说就会比较 empathize， 就是对他的状况会比较有同理心。那反之就是像以前，如果地方写一个什么申请啊，或请看他的举处送到中央部会，他送到内政部，那内政部就会说，因为我们要会经济部嘛，然后会恢复部，因为这个案子是就是比较复杂的。那但是他每次会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是两张这些四纸或者两张 PowerPoint。那在每次会晤的时候，其实收到那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在脑里面去完整的重现当地的人到底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需求。那如果他脑里没有办法重现，我们知道就会脑补。那脑补虽然很补啊，但是补的大概都是错的，因为中央的人们的第一手经验并不是地方的第一手经验啊，那所以就非常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那所以透过这种见面三分情的方式，透过直播双向网络的有效的直播哈，可能见面有个2.5分情吧，这个情况大家就比较能够去同理地方实际的情况，而且我们就比较不会就是有内政部说我们要等经济部，我们要会经济部，因为经济部是坐在他旁边，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就得当场啊立即想出一些解决方法来。那如果就是他们想不出解决方法，那在地的朋友提出了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沙河或者一个地方创生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所以我们透过不断的这样的巡回全台湾去发现全台湾实际的需求，这样子的社会创新才真的比较会过接地气，实际能够解决当地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我们自己关在那里想而已。这个道理跟实际上不是真的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一路骑自驾车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不断的巡回，最后就累积出了我们现在国发会所执行的叫做地方创生的这样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地方的朋友们随时有任何一个愿景，他只要想到，他不用去等每个部会有什么计划啊，有什么收单的期限啊，有什么核销啊、广告啊什么，到最后这个半年的时间可以执行什么计划，这些都不用。他们只要想到一个愿景，提到国发会，由国发会帮助他们透过这种跨部会的方式去找到资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透过就是地
来达到地方创生的一个目标。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大家是共用一个资料库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 Tesas 地方创生资料库。当我们巡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直接去打开，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人口所得、经济、产业、交通、观光、土地、住宅、环境、教育、文化、社福、医疗，然后确保大家是在一个就事论事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去讨论说他们的社会创新想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当地的人口或者是交通或者是环境的问题，而且你也可以非常容易的知道说它的人口的消长，或者是每个地方它比起旁边的地方它的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数据到底看起来是怎么样，它是最重要的循证治理，就是确保大家对于相同的事实然后来分享彼此的感受，就不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人口一直在流失，他觉得人口好像还好，我们就可以透过NESA 这样子一套系统确保说大家在这样子一个循环会议里面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它后面都是有一些证据可以去证明它去支持它的，所以 NESA 这一套系统其实是我们能够就事论事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盾呢，也是其实我现在非常推荐大家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尽量使用，因为它是一次的，就是你不用去找很多不同的网站的资料，就是从出的资料，而可以就是一次的去把所有的资料融为一体，去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所以我也讲了快半小时了，我就实际来处理一下大家问题。好，刚看到说终于有问题了啊。有七位朋友想要知道说。学校走官方，特别是目前人有升学压力的国防中学官方，如何成为社会创新人才的养成因素，而不是抹除青少年原有的好奇与梦想这样的问题。看这个，我还是我先回答一下，然后看老师方面哈。那我自己在入会之前，我其实是学联国教就是各大会的会员。那不过我们当时还来得及处理到社会领域，然后就跑去当数位教委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领域是最晚做完的哈，所以在那个领域上其实我就没有参与研究小组的制定，那但是除了这个领域之外大概还会有个参加。那我们当时的做新课纲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希望尽可能的在国中高中阶段，当然小学to some degree， 但是尽可能在国高中阶段去让学生先去自发的想要解决他所在的地方的一些社会环境或者经济问题，然后按照他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去调动他这个自发的这个精神。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做呢？是我们观察到说，如果在国高中阶段他的学习里面他就已经融合了想要让他变得更好这个所谓梦好的这样子一种素养的话，那他到大学阶段的时候他学的东西就比较会是他能够未来应用或至少跟在里面保持某些联系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在国高中阶段并没有觉得说他能够对当地的社会或者环境或经济做任何贡献的话，那可能到了大学阶段的时候学的就是对他有用，但是对他所在的本来的地方是应用也没有的一些别的学问，那学完之后可能就外流了，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确保大家在学的时候有 relevance， 就是不是只对他自己有用，而是对他的社会有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初在设计新课纲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所谓的创新课纲，所以大家都是教育部执行单位啊，更往这个柔性课纲这边去调整，就是说大家在不管是考试加码或者是自定就是选修或必修等等的时候，尽可能就是 local source or cross source， 把本来是社团的、本来是第八节的、本来是学生自己的一个同文层里面的自己旧团的等等这些东西，把它带到课堂里面来。那因为像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做公营，就是教师的一个串联。那他们最近才叫做出一本书，叫做《素养教师》。确定，这个博客来是不是已经有了？但是找一下吗？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看一下他们的目录吧。对，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让老师变成一个不是给答案的一个角色，就好像我刚才提到说政府不再是组织然后给出答案，而是用一个空间透过公开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对于大家的
的时代，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一起去进行讨论。那我们在中间只是保证说，让每个人他能够平等的、安全的、充分的发言，然后所有人在发散的意见，他慢慢慢慢收敛可能性。那我们就是一个 purely facilitation， 就是只是协助、引导、促进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去组织这个公民教学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很多的小孩本来看这个什么公共议题啊，他们社会上面的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嘛，这个民法庭啊、环保专题啊、人权啊、死刑啊、言论自由啊，所有这些可能比较抽象的东西，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一个预设答案的这种开放的讨论方式。那其实学生自己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在生活里面周遭他们看到的公共议题，或者他们看到的还可以更好的地方。那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就不是我们带领学生往哪个方向去关怀社会，而是我们创造出一个空间，让学生本来就有对社会的关怀，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自己学会去组织，然后学会用不同价值观去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不是只在公民党，只是因为我是目前在做公共行政，所以跟我的工作比较接近。但是在每一个，我觉得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facilitation的方式、引导促进的方式，去让学生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本能啊被带出来。其实我们在就是叫做众议平台，就是公共政策工作参与平台，我们会后台有一个问卷，有一个统计啊。22,300万人，大概有500万人有来用我们的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那我们这次在参与平台里面，当然大家都会看到有非常多的点子嘛。这些点子也是就是五花八门，这个无奇不有啊。那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发现说，会来提尤其是真正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成案的这些点子，比方说我们马上就要讨论房屋税了啊。那其他的预防法啊，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啊，就这些很好的这些组织者，这些组织者呢有共同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说2,300万里面有500万人有过来用啊，那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来服役或者是来提出这样的意见，而不是来提案来组织。那来组织就是你要花特别多的时间的朋友有两个年龄层，就是要么是15岁上下。要么是65岁上下，这个非常清楚的 M 型分布哈。那当然，这个很多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群体可能时间最多啊，这不需要去想谋生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说，这两个群体可能对于公共利益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因为私人利益就可能一边已经退休了，然后另外一边还没有想好。所以在想的过程里面，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想公共利益，然后花少一点的时间来想私人利益。所以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一些提案，好比像说刚刚讲的废除宗教习惯，还是一个15岁没有提的。好比像说最近我们才刚参赛的那个提案说，在公投里面，不应该让公投的题目去违反联合国所制定的人权保护的条款，因为人权保护条款都是虽然在台湾是法律的威胁，理论上都可以改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人权保障条款都是保障少数，所以如果你去让多数去公投的话，他们 by definition 大概一定赢过少数了。那所以他们觉得说这里面要特别保护起来，就是两公约或者是其他人权相关的这些东西，只要它是国际协定的，应该不能够成为公投提案的题目。那这个也是一个15岁的小男生提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想带领学生，往往是学生要带领我们，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就是给他所谓的底层的设定权，就是agenda setting power，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说，我要讲什么是由各位决定，你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姿态，那这样我觉得他们才会有就是为了社会所创新的这样子一个动机出来。如果他没有底层设定权，是你已经设定好然后讨论什么，那如果这个人感兴趣，其实并不完全重合的话，那他的好奇的梦想当然不免就会被牺牲掉，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回答。我不知道我们节奏应该怎么，我讲的对，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这样蛮好的，我从来想到我也蛮好的。OK， 好。有1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从事创新事业的获利期限或生命期限的薪水，从何而来？靠鼓励学生参与，居然又无法负担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来看那个我们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嘛，我通常都会用数据。
的需求啊等等。那右边就是去说所有的在做社会创新而且以此为业的啊社创组织，而且还有完善很多服务，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亏欠是这些道理的，甚至是两个要证，那这个网络上都有。那我们在推这个社会创新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KPI 就是我们希望全台湾的人都听过社会企业，都认识到有社会企业存在，都回答得出来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包括你就是所谓的 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就是你要达成一个社会改变的使命，那你透过你的服务或者产品跟市场对话，而且你能够讲得出来测量得出来你到底最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三个都符合的，不管你是公司的合作社或者你有的形态，大概都可以说是社会企业。那这个最基本的核心的定义在一项大概从五年前到两年前，就我们启动这个专案之前，大概五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听过，就是五个里面有四个人没听过了。那但是到了前几个月，就是到这个调查的时候，那我们突然间快要就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听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他慢慢从一个很 niche 就是很小众的东西，慢慢开始变成比较主流的东西，就是当一个学生他要加入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他会先问说，哎，那这个公司或者说社会协会，他到底想要对社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那如果他的改变理论跟这个学生个人的志趣吻合的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开始说，那我就去另谋高就了。就是我当然待遇是很重要，但是我也很希望我的这个公司它的组织的目标跟我个人的目标、工业目标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sign， 就是大家都听过了社会企业。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是说，那到底会赚钱还是赔钱吗？好，那OK，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大概有三成在赔钱了，然后有七成大概没有赔钱了，大概就这样，用话讲就这样。那所以这个有赚钱的比率呢，是有在上升。那这里面有一个我想我们也有多少盲点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花很多力气去搜集全台湾所有正在做社会创新的组织，我们有一个单一的入口网站 SI Social Innovation 点台湾 .gov 点 tw， 我们这种就是不分全国县市或者中央，也不分各部会的，现在都会用同一个网域叫台湾 .gov 点 tw， 切到中文吗？好，那所以在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每个地方他的就是专注的这个事情是什么，然后他的地方有哪些正在做社会创新相关的组织，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全台湾有哪一些组织，他们的使命啊等等是什么，所以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来发现彼此。那我们用的分类方式当然就是台湾里面有一个人有听过的那个永续发展目标啊，就是有十七项。那所以就是所有关心教育品质的，你就可以一下子就知道说离你近的有哪一些社会企业正在关心教育的品质，所以它可以很快的把大家串联起来。那当大家串联起来之后，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供应链整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社会企业它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它可以专注在它社会的部分，那它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变成它的产业链的下游。那这些可能是一些大公司，它在采买的时候特别就去挑有环境跟社会价值的这些企业去进行采购。那它只要每年卖到500万，好像我就会出来分享。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做 buying power， 就是社创良品，就是上面就是只要有在这个资料库有登记的，每年有更新资料，那就会有这个类似像暖风扇的这样子一个标志啊，就是我们叫台湾暖实力嘛，就是一个暖风扇标志。那有这个标志就可以提供我们的社创的行度，那这个社创行度买到一定的就是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就是请大家出来颁奖。那这个的特色就是说，在上面的就像刚刚讲的，并没有限定说一定是公司或者是 NPO 或者是合作社，那甚至有一些大学的 USR 的这个团队，就是大学社会科研的团队，他自己也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服务，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列在上面，也都能够列入我们的就是采购奖励这件事情。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看起来是不会亏钱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中小企业是
非常多的占比是最大的嘛。那创企业的创办人大概2/3以上都是男生，那只有3/3以下是女性。那但是在做社会创新的话，我们看到每一年它就是性别平等的状况也是越来越好。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在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上面，这个是会鼓励就是不分性别的人们有这个动机去进行创业的。所以它对于就是 diversity 对于多元也有相当好的这个就是做法。那会赚钱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呢？会赚钱的话，这个。就是做长照啊，做这个就是健康福祉，循环经济，永续的发展等等，以及教育，那这些是目前比较多人选的，然后也是比较赚钱的。那大家有空的话，多看这个社创大调查。那这个大调查大概可以告诉我们目前的社会创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图景。啊，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部分就是如果是30岁上下或者26岁到46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区段，他在第一次投入社会创新的时候，大部分都会选公司的这个组织形态。不过我们现在公司法修正，所以你的公司其实也可以说我有一个社会使命，那他这个社会使命可以变成你的公司的章程的一部分，那你也可以进来我们这边社会企业的登记。但是呢，如果是我刚刚讲另外一群关心社会的人，就是65岁左右的人左右的话，那他们在发起的时候就会发起基金会或者协会，是比较多的，就是 NPO 的形态，可能他们就已经就是衣食无余了，那就是纯粹的想要回归社会。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随着年龄层的不同，他挑的组织形态也会有所差异。那所以在如果你是想要学生来投入社会创新的话，那一方面就是鼓励他了解。然后去找到他所关心的题目，透过我们刚刚的资料库找到是不是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题目，所以他不需要从头开始，不需要创业。那他如果对 NPO 感兴趣的话，那他可以去加入这些就是老一辈的朋友们创立的 NPO， 而且快来做二代接班的工作，这个每个 NPO 都非常需要。那或者是说，如果他想一个创新的点子，但是现有的 NPO 没有办法涵盖的话，那你也可以鼓励他去加入公司形态的。那年龄就会变得比较相近，不过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所谓的转龄，就是有年轻世代，然后也有中老年的世代，然后也有跟他在做的题目比较相关的另外一些人，这三方都在董事会里面或者在创业团队里面，这样子的成功率是最高的。所以这是大概一些具体的，就是做社创大概也不会饿死的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有朋友们想要问说，如何跟这个异文层对话，而且干嘛问题？异文层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使用的符号系统跟你所习惯的符号系统是不一样的嘛。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先去放下自己的符号系统，然后先去一定程度的清洗。我常常说，倾听就是先让自己稍微清洗，然后先去进入对方的那个感受里面，然后先有点好像在看电影或小说的时候，你不会一下子就说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荧幕上的东西啊。你会暂时先放下一点点心里的怀疑，然后才能够进入那个文学或电影作品里面。那进入那个作品里面之后，你就才能够去感受到说，那里面的人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但是在这个同时，这个情绪并不是就倒了啊，而是说你又能够慢慢的回来。回来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些你的价值跟他价值里面共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了解这样子讲。非常的抽象，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实际我们在公共政策的这个例子，这个案子叫做石区案。我们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在前年的10月16日有8000位朋友的联署啊，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虽然不是15岁，但是还不到20岁。这个提案说希望把台湾的石区改成居留平价酒。也就是说跟日本一样啊。那同时又有另外一位不知道大年纪了，叫做学金发起也提来说我因为持居民加八十区反对调整持区到居民加九，他也收集了8000多人的联署，也就是说有16000人非常突然这样关心持区啊。那这样很有意思这个状况，那虽然台湾大学生的话可能只有1/1000人在关心持区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同文层就有所集结嘛，而且看起来我这就要对撞了啊，他们在网络上面
时如果去看为什么要到整室去到 GMP 加9的话，他们有提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好像说可以节省能源啊，这个让交通事故不要发生啊，让大家能够这个心血管疾病可以减少啊，或者是说促进观光啊，促进股市交易啊，什么对，就是对我看到大家这个因为头上都出现了点光啊，但是事实上那真的是当时他们的实际的论点了，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他们一定是一个文字，就是在讲的事情。我们尤其是在场的地理老师的认识一定是有所不同啊。那甚至他们还调出了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图，然后去证明过以后说台湾其实离军人家就比较近了、啊、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是他的投影方法这个有别于人。但是我问如何这个不管他当时是 justify 这件事情嘛、啊、总之他就是落到了就是8000人嘛、啊、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开始对话。那我们对话的方式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透过一个叫做焦点讨论法。什么是焦点讨论法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他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的时候，你要先回馈去说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他解决什么问题呢？你要再回对，是说你他是因为什么个人感受，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回对，就是他看到了什么客观事实，因此出现个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客观事实是大家都一致认同的。那在同样的客观事实，你也觉得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嘛，大家就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如果在网络上面一直是停在。没有要求什么或强硬什么或建议什么，但是不去揭露那个事实个人感受的部分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变成各种各话，那些都是然后无法作为平行宇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做的方式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往上之后去问说，那到底为什么要聊失去。那我们这个不断的问为什么的结果，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让所有的相关部委做非常详细的事实性这个研究，然后一个一个来回答说，工研院做过研究，其实我们只是用日光节约实验，我们也只能省好像0.0005的电，就是几乎没有省到。然后劳动部表示说，除非每个人都违反劳基法，不然的话，其实没有办法促进观光。然后整个交通部啊、金管会啊，所有的相关的部委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佐证，说如果条件失去的话，我们要付一个蛮高额的一次性成本，而且每年都还有成本，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创造经济或社会价值，而且劳动者有所损失。好，那但是这些损失，如果能够达成他真正要的那个东西，那也许是值得的。他到底要什么呢？那我们随时把这个事实一项项对齐之后，因为我把两边的提案人的联署人都邀请来嘛，两边联署人都面对面的，就是见面三分情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到最后他们终于就讲出了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希望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来桃园机场的朋友啊，逼他们一定要找一下时间，就是这样子，来这个影响这个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能见度啊，然后来彰显说跟这个中国的大陆地区这边可能是就是不同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才是他们真的想要的，但是如果你不把事实对齐的话，其实就不会讲出这个真正想要的东西。好，那但是你想要这个，那我们还要再往上走嘛？但是那为什么你想要他们要失去啊？所以原因事实，而且大家都同意的，就是我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是有限的。那所以怎么样提高我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这个可能才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那当你冲动到这个公共价值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说。有些人都同意这个公共价值，没有人觉得说台湾在国际上能见度比台湾很少啊，大家都觉得说国际能见度很高是很好的，只是大家可能有一半的人不觉得调时区是能够达成这件事情。那他们这边有很多的理由，他们想说香港也用自己的货币嘛，他们只要一国两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有一些比较地大物博的这些国家啊，一个国家里面很多不同的时区，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并不是因为说时区不一样，所以就自动在国际上会被认为是不同的国家，不然要求可能要分裂成自成国家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可以不断的来回讨论，然后发现说我们付出一次性的
的就按照大家集思广益出来的想法去说，好，那我们应该要行销台湾的民主跟人权价值，跟这个是跟 PRC 在相反的道路上，这个双方都全速前进。然后或者是促成国际的接轨，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婚姻平权通过了，应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是亚洲第一嘛。然后落实公民参与啊，这个开放政府应该要在联合国跟其他地方让其他地方知道啊，这个应该要输出一些我们开展的方式，像这个我们娱乐的举例，应该要学去 UA 上来播啊，在市场也可以用嘛，对不对？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可能才是更好的运用预算的一种方法。所以回到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说最好的方式很可能并不是去否定他的这个提议，很可能是你稍微倾斜一下说，哎，你这个提议变有其道理，但是你想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什么感觉让你提出这样解决的问题？以及到底有哪些客观的事实支持你这些感觉？到客观的事实的时候，好比像说我国在国际上能见度有限，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所以你就可以去同意他后面的这个客观事实，然后接下来大家一起来想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能够去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而不是提出一些解决方法还是必须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感受。所以这种焦点讨论法其实如果大家有所掌握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让同温层能够扩大，然后让异温层能够不小心就被卷进来，然后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找出解决方法的一个做法。这个问题有点长，有时候可能问说，网络时代资讯判断整合能力尤其重要，但是现在在教育现场，学生常停留在上一道先天路线方或上一道天下一道方下一方的层次，资讯被上一道整合下一道之后，却看不见上一道创新下一道。身为一个鼓励创新研究创新发展研究者，你认为这个社会组啊或现场教师啊，能够如何帮助网络时代青少年来突破这样子一个盲点？然后问题，首先就是我觉得。剪贴不满哈，我觉得大家在维基百科抄作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最近都在玩一个叫做 Talk to Transformer，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工具，我们把它给 Talk to Transformer.com。那这个是一个 AI， 它把 Reddit 就是等于是美国就英语系的 PPT 了，所有相应有三则推以上，就是分数比较高了的所有的文章全部都看过，全部看过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叫他写任何东西，他都写得出来。所以画面上说，你一开始告诉他说，科学家发现，在安第斯山脉有一群独角兽，这群独角兽被发现的时候，最令人震惊的就是他们都会讲非常标准的英语。好 ，OK， 那这个是 prompt 啊，然后他接下来就开始写哦。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the unicorns still the queen of the valley because of their beauty were native to the jungle,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unicorn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regio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y were spotted by another Indus in Peru in 2010 in the remote area of the Amazon Basin. 然后 Fernando Fosco 教授就说，在最近二十年里面，这个 there's no documented domestic unicorn 之类之类。This discovery open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could make evolve into a separate species.就是看起来真的是有模有样，就是就真的很像一篇，就是你会在科学美国人或什么之类科学月刊看到了一个报道，那你只要再闪一个闪子，他就再生一篇给你。好，所以就是说，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你如果不仔细去看的话，那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模有样。这个文章的大抄已经不是逐字逐句抄没有钱。它是把整个相应的概念系统内化，然后呢，不管要大家什么，它都可以抄，然后甚至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做炒蛋啊，之类的啊，然后或者是说，对，因为每一个版都有不同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它就可以或者它也可以写小说啊，这个魔戒啊，之类的哈。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可以掌握各种各样子的文类。那这些文类，它不管你告诉它什么，它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写出像模像样的东西。这个就很像我们这些实际的一个小说。那然后甚至这个什么彗星撞地球的新闻啊，今天科学家发现彗星即将撞地球，那它就会粗体是这个 prompt 它嘛，后面它就说2059年啊会怎么样。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人的原创力，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纯粹是他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这件事情来检验，而是必须要透过互动来检验。因为任何人只要有任何一个想法，好比像说，像我记得很多新闻在报这个网站的时候，他们最刷屏的是如果你打说回收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巨大，然后他底下就会开始写一篇小论文，说回收的过程会产生出额外的碳，然后这个它的排碳量会这个大幅增加，然后什么这个光是分类的什么这件事情啊什么。就会导致它的净的碳排放，就已经就是让温室效应加剧的程度，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他讲的就是乍看之下，如果你不是这个学科的专门的话，乍看之下非常有道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大潮或者讲减贴的时候，大家的脑里要有一个预备，就是说它的大潮或者减贴已经不是主局的，而是一个概念区，像你的所谓的集体智慧啊，所谓的集体创作，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习惯的。但事实上，我都很不习惯，虽然我是学这个。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的，很可能不是说他一定要有原创力，因为这个原创力是非常难 judge 的。刚刚写的那几篇散文都非常的原创力，别人可能都没有写过，都是就是像晒晒子一样的原创力。而是你要回去问说，他到底解决了什么时候的问题，或者什么环境问题，他到底促成了什么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说我们的自发互动共好里面的那个互动共好必须用来检验这个自发。当资讯被整合之后，如果他没有透过互动达到共好的话，那现在只是靠 AI 去做整合，其实已经比人类要来得好了。刚刚的那个看过所有就是 po 文，然后帮你整合这个做 summary 的这个引擎，其实说真的已经超过大部分人类整合的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在做创新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说它是不是新的，不然我随便写下子都写出一百篇新的东西，而是问说它有没有透过互动，就是它有没有去按照实际利益关系，然后比方说刚刚那个自驾车去跟金文化市场边的人的互动访谈等等，来达到公共利益。那我们要先从公共利益回来到用什么方式互动，什么方式了解其他人，然后再去 judge 说这个创新它是不是有 social value。 所以我会觉得说网络时代的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当年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议题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大声的倡议，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很有原创性或者怎么样，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旁边认识这件事情的不够多嘛。但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就算是台湾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关心的这种非常小众的议题，那台湾也是有2300亿的人关心嘛。那透过网络大家非常容易就找到这个人。所以现在的青少年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不管再冷的兴趣大概都不会觉得孤单，因为大概都有同温层的存在。那这是网络的这个叫做 long tail， 就是这个长尾。所以我们反而作为教育者，我觉得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跟以前不一样，不再是说他要怎么样完全全靠自己，透过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竞争或比较或者其他方式去在起跑点上然后赛跑赢过别人，因为大家都可以随便组队打怪找到2300的人的队伍。所以你反而应该是鼓励他找到跟他的志趣真的相投而且真的有公共利益的那个队伍，然后他你就鼓励他去跑那一个方向。那当然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按照这个适性良才的概念嘛，他就赢在起跑点上，因为别人都在往就是固定的方向跑，但是他就跑自己的方向，所以他就赢在起跑点上。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他跑到这个方向之后，他揪的这个环，他还是跟他的社会连带有所关系。你看一开始其实都没有转这个方向跑，是因为想要创造某种公共利益。所以我会建议说你不要去看他给你多少资讯，你要问的是说，那你想要对社会什么 impact， 你的改变理论是什么，有什么社会的这些 input， 透过人或 AI 的这个整合能力以后创造出来的报告，到底到最后会有什么好的 impact。 那你不断用这样子的问题去咨询学生的话，学生才有可能找到就是比较组队大会，但是又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或者环境问题或经济问题的那个团。
所以就是突破这个盲点的方式，可能不是在要求他内在个人的竞争性有什么新的能力，而是让他找到比较好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发展他的能力。哎，你说没问题。所以现在10:20嘛，所以我们就大概10:30，好不好？10:35，好，我们就10:35来到这边，好，谢谢。然后同时透过实践，我觉得很重要，透过实践的方式去理解那位女性。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其实要找寻一种方法或模式。也是说，透过这个你发现一个问题，通过实践之后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能影响到很多人。哦，就是让这个说，那我觉得这就是教育。啊，这就是教育。说我们确实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学生个人的感情生活啦、学业啦，或者在教学上，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用乐观的态度，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找到一个可能的途径，啊，然后进而去影响别人。总的来讲是，我从政委的报告里，当然他在中央部会涉及到很多，比方说政府的制度，他们也要有更大的层次。但是这个谈的这样的模式，就跟个人一个组织，然后一个学习化，哦，是将来会跟他的组长、校长，其实我觉得大体上也差不多，哦，这就是我们我觉得生存之道，哦，就是以前可能要靠的是很多，要就是传统方式，但我们现在有新的，是我第一个感觉。那我常常个人常常在谈。教育，那常常很多大陆的朋友们，或是他们就觉得说，他觉得大陆年轻人比较狼性，台湾人的年轻人很佛性，就是追求这个小确幸，他也蛮有自在，但是这个是有不同的社会的机理所影响。那我自己。听到这样的评论或这样的看法，我也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需要变成那样的男性。我倒是比较认同这个刚刚说的，如果年轻人有这个意识，也希望做些什么，他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私利，这个男性某个程度上是求自己，就是我要赚更多钱，我要争取到更好的位置，我要去最好的公司，我要在别人之上，成为人中长的人。那我们年轻人其实可能也没有这个想法。那画出来那个太小确幸，这个没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成就自己，就是从更大的风格，就是公益，或者是所谓的外部的这个成就来满足自己。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条不同的路。我觉得这是我的观察，因为我不在教学现场，或许各位老师也不认同，但是这个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从这角度。很多老师都批评我们学生说你们不太认真，不太学习。其实有时候是这些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这些是资讯的东西非常不够，所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向的引导，或许是我们现在在教学现场的。当然我也理解，现在还是有老师、很多社会或父母价值观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要共同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简单的。回应一下刚刚这里的一些内容，那我就再把这个球抛给这个一方面可能可以顺着我们的这个几位老师或者大家提的问题，或者是我新的内容，我们做分享。我们再度欢迎我们这位分享。虽然我的字很少，因为我本来是就是左立，我是左手，小时候左手写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被要求要右手写字，所以字很少。但是我做笔记又有一个投影出来的习惯，对，应该没有影响。那这个其实就是从私立到公立的一个展现，因为其实我就像刚刚一开始一样说的差不多，我并没有一定要讲什么，所以其实刚才所就是老师所纠正的这一些，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就是房间里面大家最聚焦的、最想要关切的这个题目。那我是比较像是一个通道的一个角色，就是把大家各种各样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时代啊、不同关注的焦点，试着把它统整成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共同价值的一个体系。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在新课堂里面啊，我们会希望说每个班级的经营者，不管是校长、老师，
具有了这样子一个新的动能，因为只有这样子才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话语，不然的话你一进场就把那个鱼画下来了，那就画不出去了。所以跨域这件事情还是要靠就是在课程里面的所有人一起去把这个疆域把它扩大，那不太可能说老师一进来呀就想把课程注意到什么都懂，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其实为了是什么都懂，这些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创造出来的。那我们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就看大家就是还有什么想问的。那随时我想刚刚这个老师特别提醒，就是如果举手的话，举手的优先顺序会包括荧幕上面，就尽可能的就是鼓励大家多举手，把我们两个的麦克风可以 pass the mic 这样。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对啊，我们先一个需要的朋友，因为不知道有老师因为想的那一个工具，对对对对。还是刚才休息时间除了拍照之外都已经提上去了。各位老师，各位老师都是老师最讨厌学生不问问题。OK， 大家都迫不及待啊。老师，我们学生有很多问题想来，学生有问题，这个场域来，没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好坏。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刚刚在讲那么多做这么多东西，然后都有提供这么多不同的资讯网站，然后想说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太多渲染在一些把一些社会焦点社会时事放大的太严重，然后就是一些像什么讨论政治啊，讨论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再关心到这所谓的社会基层的一些社会议题。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要觉得这个现在台湾对于这个社会媒体用什么样的社会创新的概念，可以让台湾社会媒体得到一种救赎？救赎当然好的问题，这个真的超棒的问题。确实就是传统的大众媒体，因为它现在大部分的精力是要靠广告，所以广告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会希望动员你的就是某种情绪，让你觉得说你要冲动式的消费，或者是去做点什么，然后来排解这种心理不舒服的感觉。那所以那 Facebook 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广告平台，它整个演算法的设计就是希望你多点在上面，然后多看广告，多买广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卖的并不是传统上所谓的新闻或者媒体的这个工作，它在卖的其实就是广告。那你看到的所谓的新闻，其实只是让你想要买新闻的因素而已，所以它一定都会聚焦在特别让人义愤填膺，或者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会用冲动式消费来排解的这样子一种情绪。所以这个媒体的商业的话，一向如此，但是网络让它变得更容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救赎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找那些不是靠卖广告的媒体，也一句话讲就是这样。那举例来讲，像台湾，我就只举台湾的例子，像有一个叫报道者，那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就是一个基金会，然后他就是靠大家的小额捐款，或者如果你是投资钱的话，大额捐款啊，来支持。那如果你这个喜欢他的报道的话，那你可能可以用订阅式定期定额的方式，那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他们去进行所谓的调查报道。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去区分说他是以广告为主，或者是不是广告为主？首先当然第一个人就看不到广告，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差别。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通常这种都会有个大大的赞助广告放在上面的话，就会这个就是去捐一点钱这样子。好，就是通常是定期定额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就比较会去做叫做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就是行使他的第四权的力量去调查那些，不管是因为就是私部门他觉得这个不赚钱，公部门目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社会部门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这些事情，他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所以当然也不是只有报道者，台湾现在所谓的就是 crowdfunding 透过众筹来达到的媒体，事实上是还蛮多的。那我因为我只举一个例子，是因为我通常如果举两个以上的例子，好像我们也举到。
到了就可能不高兴。那所以我想就是你可以多看一些这种所谓的透过众筹、透过众包，甚至包含它的编辑台，都可以是大家可以参与的这样子一些媒体。只要两个判准嘛，第一个就是你没有看到广告，第二个它有是不是流量的崛起，大概有这两个判准，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媒体花比较多的心思在这个内容上，而不是在像另外一个上面。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像叫维基百科，虽然它严格来讲并不是所谓的媒体，但是也是有事没事就会看到很大的粉丝量的捐钱嘛。那上面也没有广告，那同样的它的内容也是大家自己贡献出来的，所以我会推荐说，既然同样的都是你要在网络上面每天想要看一些新闻，尽可能去挑这些不会调动你的情绪的这些东西去看。那如果你觉得情绪被调动了，那也是因为他调查报道的内容本身，而不是因为他想让你就是迷迷糊糊的只花两秒钟就被调动情绪，然后去买东西，来带来什么样的回答？好，请讲。就是我觉得都要理解说，媒体以前我们可能认为媒体是个公共事业，但现在很多媒体事实上是个商业事业。那所以就如同中文讲，所以如果你有听一些美国像公共音乐台，他在每个休息的时候，不是广告是叫你捐钱，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音频，他就 always 叫你捐钱，他是因为他是公共的，他不通过商业机制来维持，因为经营媒体是要花钱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的媒体电视台，对不对？所以就说可以看网络上免费的新闻直播，你要千万记得，新闻制作是很花钱，那到底谁买单？这是你要问为什么。那当然，它一本是公共电视，它是我们大家纳税人买单，然后说公共频道是。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商业新闻台，但是它又是一个免费直播，那你就要想，那谁买单？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意识，因为经营一个媒体是非常耗钱，所以给大家没有白吃的午餐。那这个我想，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这样吗？其实，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看过一个，甚至想看过一集的编剧是？哇，这我们这是同文字。高达八成都会流。对，娱乐里面其实就已经看到了，就是一个编辑台，尤其是新闻台，它到底要考虑什么？现在大家都看过，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娱乐其实或者类似娱乐这样子的公共电视的大制作，其实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在当年就是我刚入会没有多久，我们在讨论前瞻基础建设。那前瞻就表示还有前瞻性嘛，基础建设就表示大家都用不到。那时候文化部就提了这个很疯狂的单子过来，说他要拍一系列的4K的这种就是台湾自己制作的，然后具有公共关注议题，而且他宣称这个叫做基础建设。那当时主席总书是完全不了解，也不是很同意这样子一种讲法，因为特别预算，尤其是所谓基础建设的特别预算，在传统上都只能花在叫做资本的。什么叫资本的呢？就是造桥铺路嘛，就是你买了它会放在那里，你看得到，而且你可以用很久，这个东西叫做资本的。那但是你要拍这样子一部东西，它并没有任何硬体会留下来，它留下来的其实都是一些虚拟的东西、虚伪的东西，而且在里面的花费，不管是剧组啊、人事啊，所以这些大概都是经常的。也就是说，通常不会回归到基础建设这边。那当时陈建群部长有一个 argument， 那这个 argument 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觉得说，我们透过像娱乐这样的东西，我们面对一个大家以前没有办法好好对话的事情，但是因为能够娱乐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做这样子的对话，这个叫做社会公平、社会价值。他拍的这个过程是公开的，意思就是说，他拍这个四 K 的过程里面，他在剧组里面累积的这些数位模型，他透过开放的方式去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呢，任何人，你未来你要做一个动漫，你要做一个电脑游戏，你要自己再拍一部电影或怎么样的时候，这些数位模型就可以直接放到你的这个创作里面，你就不用自己再去搭布景，就不用自己再去做一次。所以它过程这个数位资产是公共财。然后呢，最后就是说，他在一开始选题的时候，选的是大家所关注的事情，最关注的事情，过程的资产是公共的，而且最后这个成本和促进社会对话。那这样子的话，政部长书上说，它也算是一种基础建设，虽然它真的不是造桥铺路，你也看不到什么用途啊。
没有办法剪裁嘛，那没有办法是被剪裁，就是叫杀青嘛。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挑战我们本来特别预算比例的这个观点。那当然，当时我也有帮忙平台方，也有帮忙说服副总主任，但最后还是林俊彦长做了这样子的判断，就是说我们觉得未来的台湾的基础建设不能只有硬体而已，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多这种软体的人文化等等这个层面。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我们内部的一个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不但有智库，不但有包括的一些新的这种创业的做法，而且还有公司的这个 PTS Plus 的这个频道，因为这个关系嘛，大家就开始关注很多的这种公共议题。所以我也很同意，就是老师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好的公共的，不要说只是媒体，就是公共的叫做 Commons， 就是公有的数位资产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用。不管是特别预算还是纳税人的钱去做的，它很可能它的 payoff 并不是像造个桥一样马上就可以看到，但是长期下来，当然大家的对话变得更容易，而且也更有深度这样子。我也就是顺着这个议题哦，刚刚你提到钱财，我自己在很多政府部门的观察，因为钱财也钱很多嘛，所以将来刚讲娱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这个花钱花的太。所以大部分还是留下的所谓的传统的基础设施啊，基础建设的工程，特别比方说水环境的改善。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操作并不是简单，目前来说还是以工程为导向，还是以所谓的由上而下。所以如果当时在早期如果能够导入这样子，比方说地方的参与，这些钱虽然是水环境改善，但它可能是做柔性，可能是做生意，但是。在水利处实施，但他可能做的是生态友善，可能是社区友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观念的。今天就算有钱，花费的特别预算，在原本的架构下，然后还是发到那个传统的工程单位去，比方说水利处啊，但他没有说，因为他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事情，社会没有改变，那这个问题永远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说，这里面很多政府的配套，像法规上、财政上，但是如果整体的在基层或者在公共机关里面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砸太多钱，其实那个进步还是非常不是啊，是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年的地方创始，我们是要求区公所来当做社会受灾的这个单位，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传统的社区营造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学院是各有各的做法，他很少会在地方自治的这个层级去加以统合。但是国发会今天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在地方的层级加以统合的话，那我们有10%的预算是可以完全跳过这种产区的经济部，关于这个区的内政部、学区的教育部等等的这种分门别类体量的状况，而是大家真的是按照社区，就像刚刚这边老师讲的，就是。你的情绪环境的改善，同时有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价值的时候，那国发会会想尽办法去辅导你，去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的 DNA 去加以达成。那这个其实是花了大概2年才做出来的一套新的治理系统。在当时前瞻的时候，其实我有写一个这个常见问答题的一个序言啊，那个序言就是在跟大家道歉说我们国家的评判不足。就是当时没有这样子的系统，可以来执行这样的东西。当然过2年，在尤其陈美玲主委的努力之下，在徐正福主委的努力之下，现在这个是有做出来的。那当然目前也仍然只是预算的10%，但是随着地方创生的状况越来越多，由下而上的可能越来越强。我们希望说，从明年开始呢，就不只是10%，慢慢15%、20%等等，越来越多的预算可以透过这种。由下而上参与式的方式，让地方来实质的去调配，而不是说由上而下，大家就是关在台北的机房里面去想，到底要做怎么样的硬体建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而且这个其实跟目前最高的那个问题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哈，就是说，因为什么我们说这样子就是愿景形成的这个工作，在当年我们没有这个平缓。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就像刚才这个有位同学讲的一样嘛，如果你只看大众媒体的话，你会误以为说，对于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针锋相对，大家都没有一致的见解。所以如果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就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去开每一场这样子的讨论会，每一场都会被反桌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开？对不对？我如果要求地方有下场。
简单来讲，就是说，在双方主观意识都很强烈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理性沟通的平台的话，那网络或者这些新的数位科技就只能当做过渡器来使用。就是每个人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你的 YouTube 现在可能在场很多 YouTuber， 对，如果有100个人订阅，你就是能够触及到100个人的自媒体；你的 IG 如果有1000个人订阅，就是1000个人的自媒体。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也不需要去申请什么执照啊，你也不需要了解这个新闻素养啊等等，你就可以一下子攫取到成千上万的这个阅听者。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人去收集，就是去听几千个人。那所以还是会造成一个不对称，就是你扩散非常容易，但是收拢非常困难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的工作一向都是试着去把收拢的这个技术去发展出来，因为毕竟网络是双向的，所以没有道理说你只能扩散而不能收拢，就是你要不要把时间花在收拢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很多收拢的一个例子啊。那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叫做 POLIS 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就我们 ORM 的这套系统，那它在实物上面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题目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套视频化的系统，叫做 POLIS 的系统来让大家讨论。最近就连外交，就是我们要跟美国怎么样子促进台湾在全世界能见度，就是当时提案那个8000人加8、8000人加90去我们内部。叫8+9嘛的那个提案，想要达成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当时就跟AIT 合作架了这样子一个网站哈，它叫做数位对话。如果你找数位对话，应该就可以找到。那我们分成4期，第一期才刚结束，那就是要怎么增进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那第二期应该快开始，因为这个月18号开始，我们每2个月会有一期哈，在 Talk to 里面。AIT 啊，那就是要怎么样增进经济跟商业关系。那所以这个数位对话有个特色，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强烈的意见。好比方说这位匿名人士，就是有相当强烈的一个意见啊。好，那就是这个要把过去所有关于台湾的合约条约拿来一次整理，在联合国大会中证明它从来不属于中国简历，也因此把中华民国简历带来的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简历给你，该被遣返回中国简历。而同时，台湾没有美国在担心吗？这个我们也知道是一个非常这个认真的一个意见。好，那随着你看到这个意见，你可以按同意或者不同意。那随着你按同意或不同意，所代表你这个蓝色的原则就会浮到右边或者是左边了。但是这个意见如果你按同意的话，应该都往右边放很多啊。那都同意，应该往左边放很多。那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是这个非常意识形态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好像说右边的朋友们就有非常高的共识啊，说每次中国组到台湾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美方就应该为台湾打开扇形的大门啊。那在左边的是完全不这样子想啊。那但是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这个当然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但是如果你每次看到这个，然后就按回应的话，那很快就会吵起来。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在网络上看过这样子的吵架，就是双方就开始乱说什么就停下来，不要什么的评论，然后到时候就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了啊，就是双方都是了，我不是特别讲哪一方。对，那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对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只要你有回复你的这个按钮，那其实大概一定都会沦为最后就是非常的分歧的这样的一种意见。那所以呢，我们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没有回复。按钮，你看只能同意或者不同意。那你如果真的不同意的话，那你就自己再提出你的新的意见就好。很奇怪的就是说，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回复的功能拿掉之后，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说，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共同的意见啊，大家都同意说我们捍卫法治、言论机会自由、宗教宽容、多元化、重视民意的执政。这个是应该所有人，不管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可以同意的事情，所以只要你没有回复你这个按钮，大家到最后都会收敛到一些共同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这个2个多小时的演讲，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形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形状，就是我们每一次透过 POLIS 来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说大家真的会找一个很高的意识形态，可能就那么5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大众媒体的话，可能觉得全台湾的大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对某部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不懂的。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好像有点掩盖在水面底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流程。但是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些事情。所以当时我在去主持就是 AIT 的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也特别 highlight 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找了就是他们 AIT 的政治组啊，我们的北美司啊等等这些朋友，然后去说，哎，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分歧的意见，但是事实上我们左边的这一群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根本没有人反对，反对率都不到1%。啊，那但是里面有一些很创新的意见，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创新的意见上面去进行实质的讨论就好。我们根本不要花时间在就是刚刚的那些意见上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到说，虽然大家都很喜欢花时间创建我们该讲到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做出我们叫粗略的共识，就是大家都反对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大家都同意彼此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可以很快达到大家都反对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先做了，那那些事情先再说嘛。那所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很实事求是的去把大家的共同的共识，就是common understanding，共同认识的一件事情，转换成公共政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也是我们现在在治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用的平台大概都没有回复给我们，不管是联署平台，你可以在正面意见、反面意见分别表列、分别投票，但是你看到正面意见的时候，你不能回反面意见，或者是我用 Slido 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不能回彼此的问题的。你会觉得一个问题没有问好，你唯一的做法就是你问一个很好的问题，让别人把你回上去。那或者像我们这个 Voice 的平台，简单来讲是要把回复按钮拿掉，就会看到这个形状。但是如果你把回复按钮加上去，你就会看到反面的形状。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空间设计上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大家就是未来如果用 Slide 或类似的做法，在你的课堂上的时候，也许可以就是多加注意，就是不要让大家回复彼此。是蛮重要的，这个变成一个类似的思维。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所以从公投到专法的过程，双方主观的意识都很强烈。那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能够理性的沟通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在中文平台上面啊，我们有非常多关于就是关于平权的平台。那我们每一次呢，就是运用这个所谓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重叠的共识的这个想法，就是一次挑一个具体的一小部分。然后要双方来讨论，就像在加八加九的那一案，大家要的是共同价值是台湾在国际上的评分很高。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好比像说也有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专法还没处理的，就是人工生殖的权利。那人工生殖的权利，好比像说所谓的单身女性啊，或者是现在已经结婚的这个就是女性配偶要怎么样子？分区的人工生殖，我们应不应该允许人工生殖？因为人工生殖法目前并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啊。那这件事情当时我们找了，比方说伴侣的朋友们，许秀伟律师吧，严秀伟对，然后或者是陈启东先生，然后还有这个张守义老师嘛，就是吴嘉明的朋友，然后还有就是所有关于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那如果你讨论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其实他们很可能马上就翻桌。但是因为我们讨论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议题，就是人工生殖法，那这个他们会忽然间觉得说明这件事情上也许他们还是有共同价值。那我们的引导的讨论到共同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让不管是单身女性或者是其他的状态，透过人工生殖生下的小孩是被社会所接纳、被社会所接受的，就是重点他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在场别人的利益，而是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小孩的利益。所以我们也观察到说，当我们的利益关系人是设定在未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去讨论，包含怎么样去让社会变成更能够接纳，更能够变成小孩不是一个家庭那样，而是整个社会的那样等等的这个东西，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切入。但是如果你是当场的人的利益的话，那大家就会比较从私利来出发。所以我们透过就是价值的设定在远程，在未来，我们透过把它讨论一个很具体的个案，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就算是大家本来以为大家都会开销的伴侣、家庭等等这些朋友，其实也可以就是稳实的来进行讨论，而且发现他们之间共同的地方比他们想象的多，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讨论。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很强调那个事实，就是
好比像说在公投的时候，因为这边提到公投嘛，我们进了公投之后看到婚姻两个字，不同辈分的朋友们其实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年纪比我大的话，看到婚姻两个字的时候，想到就是婚姻里面的那个姻的部分啊，就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关系，姻亲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台湾是仪式婚，而不是登记婚。仪式婚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我知道就是办一桌酒席啊，请供应果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你说不懂宗教信仰，你肯定是要成婚的，随便了。你要变扮演他的仪式，让大家知道这两个家族之间开始这个结合在一起，姻亲这个成立了。那不管你有没有去登记，婚姻都生效，在当年是这样子。那就帮小孩出生了，不管小孩有没有做出生登记，小孩总之是出生了嘛。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年纪比我轻的，那就是在2008年。那我们就婚姻当然就会去看那个婚的部分，就是它是一个登记，就好像你去报税一样，就是要去入政事务所登记一下。那甚至你还不用把那两个证人带来，把你们的签名带来就可以了。所以这完全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登记之后，它就是给你一套权利义务。那所以婚姻的那个姻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那么被看重，因为已经变成了登记婚。所以就是说，同样婚姻这两个字，仪式婚时代的朋友跟登记婚时代的朋友，它着重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会变成是常常在网络上会变成鸡同鸭讲，因为大家看到同样两个字，脑里冒起完全不同的想象。那所以当然，我们台湾在这个所谓超链接算法、74大算法的这个制定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中亚洲的所谓结婚不结姻的这样一种制度啊。那所以目前的这个算法是成立结婚关系嘛，但是不成立姻亲关系嘛。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把刚刚的大家的两个不同的想象，就是大家大概都同意说，结婚就是权利义务、继承财产、医疗，这个可能要保障。但是姻亲的部分，因为我们蛮特别的，就是aunt跟uncle可能有16种想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姻亲的部分，大家觉得说我们一时之间还很难去调试，或者很难去适应，那是仪式的家族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就独创出一种结婚不结姻的 arguably 专法由于。的这样一套小链接事情上来，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输出到日本，因为日本的状态跟我们是很像的。那所以现在日本也有很多朋友就直接拿台湾的这个结婚不结姻的这一套社会创新，我觉得是社会创新啊，去要求这个日本去也类似这样的方法去通过结婚不结姻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这个主观意识很强烈，并不一定是坏事。就好像说，我们。台湾这个里面是就是欧亚板块嘛，一般的原始的菲律宾海板块，那没事就会提升一下。那但是只要我们社会的防震结构做得好，那它就可以让玉山每年都升高5公分，就是玉山就长得越来越高，这是事实啊。就是跟各位应该是这个旁边的专家，我就不多说。意思就是说，从有人类以来，你看就是在不断的这个压力之下，然后不断向上的往前跑嘛，所以。主观意识很强烈，并不一定是坏事。那重点是我们社会的防震结构有没有做好，然后有没有做到说，就算这样子创造出来，我们解决的方法并不是一边把外面吃掉，而是能够创造出像结婚不结姻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然后让两边都觉得啊，虽不满意，但是还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创新的动力，就是并不是让某一边的键盘手或者另外一边键盘手去把另外一边吃掉，而是我们想出一些新的方法来。然后需要两边都觉得，原来那个这一招，原来方案还可以这样讲的嘛？那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社会创新的一个来源。对于送终条例有什么看法啊？就是逃犯条例嘛。那这个条例当然，其实那一天这个就是我看直播看到3点多哈，所以我蛮多看法的。不过我想 in summary 嘛，就是说，如果哪一天 PRC 作为一个终审法院，它对于人权的保障，对于 due process 的保障，对于不会莫名其妙到那边之后就因为各种各样很奇怪的原因，所以就羁押，然后就完全找不到他，然后也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的审判，如果他能够让国际的这个NGO都能够来这个确保他的法庭的公正性。简单来讲，如果他有达到有罪方向判断里面的16项，也就是公正的、胜利的、
制嘛的 institution， 就是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嘛。如果在国际的这种组织上面，它的所有的这些分数、所有的这些排名都能够到比香港好的程度，那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跳反条例，因为它可以确保说这些就是双方互相引渡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合法的处遇。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双方并不是这样，在国际上大部分的排名里面 ，PRC 都是垫底的，而且正在快速的往就是更垫底的方向移动。所以，这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Civics 的网站，专门去看说在集会、结社、外面审判等等这些方面，每一次有发生一次侵害人权的事情，这个管辖领域就扣一分。那它扣到最后就会变成红色，那所以它必须要这个状况有所改善，它的分数才能够加回来。那这个完全是就是民间独立的 NGO 自己去维护的，它并没有用到任何政府的经费，所以不要以为就是加拿大这个买到了房子，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地区基本上唯一有完整的这些自由的就这样。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比北欧或者是纽澳或者是加拿大一定好到哪里啊？不过大概也剩我们了啊。就说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最基本的 SDG 是有这些就是不侵害人权、保障人权的这些制度性的作为，在我们旁边的国家领域，不只是 PRC， 这几年来都有些快速倒退，有些缓慢倒退，所以是一个人权的逆流，这个比民主的逆流还要快。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断的证明给我们的周边看说，你可以在保障人权的情况下，但是还是可以兼顾社会的正义，还是可以兼顾经济的成长，还是可以兼顾环境的保护。那这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观念，这些是可以一起去发展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香港那么抗拒跳反条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观察到就是 PRC 现在是在人权的座位上面是在往反方向而且快速移动，而且目前看起来没有往就再逆回来的这个趋势。所以在这个趋势改变之前，当然所有人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 PRC 想要通过淘汰条例的话，那他的先决条件是他先把自己的这个状况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台湾当然可以示范，对不对？我们当年在这个戒严时代，其实状况也没有跟 PRC 现在好到哪里去了。那但是我们也是透过可能30年、40年的努力，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并不表示说我们旁边的周边的这些红色的或深褐色区就一定是没救的。我周末就要去泰国，他们还好不容易恢复了民主选举，然后好不容易好像要重建大民主的正当性，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必须要很着力的往这个方向做，才能够去说服大家说，那像淘汰条例这样的东西是有通过的价值，而不是硬去碾压过去嘛？那是我就是对总统条例的一个看法。有八位朋友里面想要问说，台湾社会有明显的世代差距，从去年的大选的公布来看都明显。其实上年轻人非常沮丧，要怎么改变这种现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时间是站在年轻人这一边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各种公共建设，不管是地方创生也好，这种需要长时间才能够生效的文化建设也好，其实年轻人能够享受的时间一定比老年人多了 by definition。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用太着急。我们在英法课纲的各发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是就是今年就是小一、国一、高一这样子慢慢 roll out，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让大家有习惯转型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今年是说，哎，我们全部12年要一起 roll out 的话，那其实它会造成的那个压力以及大家对于新课纲的那个反应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就说 step by step， 就是我们像刚刚那个沙盒一样，你先挑它都看到的部分，然后先做一部分。也许你对像刚刚说公投这个结婚不结婚，觉得应该要结婚也结婚，那 OK 啊。但是这个社会目前就是在结婚不结婚的这个状态里面，那我们要认识到这件事情，先踏这一步，然后慢慢的再踏后面的这些步。我觉得只要就随着时间过去，年轻人一定是到最后就是比较多的，因为就是会有新的出生，然后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结合
知道有担心吗？大概这个情况呢，就是慢慢就会改变。那像新课纲也有一个很好的推出时机点，就是假设我们在99课纲的时候就推出108的这些东西，那大概一定推得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家长自己是在戒严时代成长的，当时家长的生命经验里面纯粹是威权的，完全没有这种实行养才、管理培育学生自发等等的这些东西啊。那但是我们现在从小一开始 roll out， 其实小一的学生的家长全部都是教改之后记住了，全部都是教改之后才接受教育的。那他对于这些东西的适应力，以及就是他脑里面能够接受说老师不需要很威权也可以教到小孩，不是说他很自然就可以接受的，但至少他有接受的可能性。那所以就说这个向上沟通就变得比较容易，而不需要我们一次要花两三个时代的维权去进行沟通。那当然这个是一般问法，也会不太讲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但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年轻一辈要了解到说，其实长辈也不想输在终点线上。所以就是说，就是救救我们的长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并不是年纪大就没有学习的能力，年纪大还是有学习的，只是要确保说你关心的事情能够转移成他也能够听得懂的那个语言，而不是说好像一直执着在说这个词在你当面是那个定义，在我今天是这个定义，那所以定我的定义对，定义不对，不是这样，而是说是像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他妈妈带着孙子孙女去玩那个宝可梦 ，Pokémon Go 跟艾尔在玩啊。那 Pokémon G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的这个游戏的过程里面，两个时代或者三个时代都有被贡献之处，而且对所有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新的东西。那当你有一个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是有一些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时候，那老一辈就可以分享说，为什么这边抓得到什么东西，是因为这边以前是什么大局。啊东西啊，然后那那个年轻一辈可以分享说这个妙蛙种子它是怎么来的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在那个就是二次元里面的这种故事啊，对不对？那中生代也可以帮忙开车啊，已经开在师傅的实力旁边啊，就可以去抓啊。没有，我不能意思是说大家都有一点贡献之处，但大家都不掌握这个东西的诠释权。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很容易的能够去跟长辈沟通。那后面要说很多长辈关心什么？关心他们语言的传承。所以我就有一对朋友，他们建了一个网站，叫做 IDAIDATW。那 IDAIDATW 它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把所有新的词，就是年轻人最爱用的新的词，想办法让长辈可以了解，也可以听得懂。那所以它这个网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词什么。这个黑洞啊、酷儿啊、愤青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到底是世界世界望远镜、所以这些东西到底这个就是台语要怎么讲？那这个就是让大家能够透过群众参与的方式，如果你有长辈的话，就可以去问他说：“哎，这个要怎么讲？”然后大家一起透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要怎么讲。那因为宝可梦就是太跨时代了。所以呢，其实它有一个专区，就是把宝可梦全部都翻成台语。那好，所以我想说，随便挑一些。宝可梦，或者是妙蛙种子，或者这个杰尼斯也好。那其实这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是因为有人把宝可梦翻成这个 Pokemon，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创新。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长辈的话，真的这个很推荐大家，有事没事啊，就是让大家多看一下。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标的是拉德亚怪兽啊，那但是。对，也有一些对，而且他都有合成发音，所以。
轻易不轨啊之类的，对，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想一些新的翻译。那其实就很多了，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事实上这是一个跨世代对话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因为老人家不希望母语这个丧失传承，那新的一代也希望就是二次元至少也可以渗透到长辈身上，那所以在这样双方都有贡献而没有地方掌握话语权的这种新的平台上面，我觉得就可以很有效的来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老师，那你来吧，哎，举手，对，来，可以讲，各位好，那不好意思，我顺着刚刚学生的问题，然后还有刚刚老师我们答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第一件事情是我不觉得时间是在那年前这边，但是看起来现在香港的状况并不是在那年前这边，大概是不同嘛，所以我觉得刚刚戴老师说政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听完政委的话都会觉得很希望，我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昨天有一个高三刚毕业的学生回来找我，然后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之中，包括整个我在的学校是遇到一个不佳，只是投票结果竟然是这个样子，对，然后我是从非常乡下的地方来的，我是南投人，大家现在在这边投票，可是就我所知，乡下地方的投票其实是绑桩，然后绑桩了之后投票结果就丧失决定，对，所以政策的推动还有资讯的传播其实是靠长时间的，可是投票的结果是很立即的，对，那请问一下政委，在我们有这么明显的外部势力渗入，而且主流媒体大肆的状况之下，怎么去做世代不同的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谢谢。对，我公布结果其实最坏的情况是不结婚也不结婚，那那个才是最坏的情况。但是实际上的公布结果是结婚不结婚，对不对？就是有两大行十跟十二分之一的话，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并不是最悲观的那个情况。最悲观的情况是说，不存在民法，也不存立专法，那样我们就会出现宪政的危机啊。那但是事实上不是嘛？投出来是说不要去改民法，但是要立专法。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折中案，就是大家对于结婚不反对，但是对结婚有在说这样子。那当然我理解说很多朋友，尤其年轻时代的朋友，会觉得说到底这些哪里冒出来的？那但是实务上，他们真的对于民情关系的重新定义是感到非常的害怕，而且这个民情关系它是出现在国家把结婚这个制度透过登记婚把它变成就是国家功能治理功能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它纯粹是社会功能，所以在这里面也有一种好像要抗拒国家把明明是社会性的东西把它变成国家功能一部分的这个反动的力量在，那这个力量是非常缺失的，而且不只是长辈而已，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就是他可以接受他有女婿，可是男婿他叫不出来等这样子的情况，那事实上是这样，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儿婿他叫不出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我觉得还是用时间去完全控制，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有一对既成事实，就是一对旁边的邻居都已经结婚了，然后同事都已经结婚，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其实跟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是一种头过身就过的这种概念，但是当然因为我是 reformist， 所以就是作为保守的政府主义者，所以我一定这样讲，但是我可以体会说想要状况就是不要走回头路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觉得本来任何这种社会性大的议题它一定都是崎岖前行，它不太可能一定都走回头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讲到境外势力，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 domestic 也许我们可以同意说到某程度上那边就融合了嘛，那但是境外当然也有另外一群朋友，他们觉得说维权的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那民主的治理就适当的时间，那他们也不是完全因为地缘政治或军事的因素在这样想，他们真的是这样想。那然后我们那所以我们旁边就是有一群觉得说维权治理才是好治理的朋友，而且一直要输出这种治理系统过来，而且就是不断的不放弃努力的方法，想要输出这样子的系统过来。那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三个大家具体可以做的，这个是我去华盛顿的演讲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就是资讯操纵的一个 crisis 里面，并不会假装说没有资讯操纵在发生，所有人都看得到资讯操纵在发生。那而且有一些就是我个人认识的这些工作者，他们所工作的媒体，他们还是一样做这个工作，可是
他的第二版也有可能还是相同工作，但是他头版就是负面背景，或者他设了一个负面背景，那这个是事实上是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并不会假装说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么悲观？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不管台湾的哪一个时代吧，在经过就是戒严之后，很少你会碰到一个人说我好怀念你戒严的那个状态啊，这是很少的。很多人会去想念戒严时代的特定领导人，那也许有，但是会说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就是比较去轻松星球这种感觉。就是说食物上面我们对于自由跟开放的这件事情，它真的已经是identity的一部分，不管是就是任何蓝的、绿的、白的等等，其实在台湾不管你自我认同是真实认同是什么了，大概没有谁想要回到那个社会，我还记得的话，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当然更不想要回到在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ntity 是已经确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对峙的其实并不是说好像威权就真的能够洗到台湾回到威权政体，我并没有觉得会这样子，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尽快的去让那些想要破坏我们在民主社会里面，明明大家对大部分是没有类似的想法，但是透过一些分化的或者争议的不实的这些讯息，然后想要让大家错以为说我们都是对立的分明的人的这种见缝插针的这种讯息，那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目前的行政院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每次看到有人想要做这样的咨询操作的时候，我们在60分钟之内，相关的部会或行政院长本人就会跳出来，然后呢，用一个更有梗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去传播澄清的这个讯息。像最近大家也许有看到院长播出他当年的头发的那个照片，然后或者是大家也许也知道这个蔡英文总统跑去国营研究，他去很多网红这个做政治宣导，然后去上海都太像是政治宣导。那又或者像说我们的副院长会直播去玩电动游戏，然后去玩这个还原啊等等等。所以说我们现在透过各种新媒体的方法，去确保说我们每一次只要看到有可能有人做咨询操作，那这个很当然也靠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好像说真的假的，这个就是在 LINE 上面，所以是你只要看到有谣言，那你就可以直接传给这个机器人。那我必须特别声明，它并没有违反性别平等，就是每次的这个网页，他们有不同人称代名词。对，好，那所以目前这个还是就是公民社会自己组成的一个LINE 的好友，你可以看到谣言就把它传过去，他就会回应你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其实它还是公民社会的，它也已经有超过10万人的使用者。那所以它的力量大到那一个的路出来说，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整合成它的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应该7月的时候，大家根本不用特别加拿大的朋友，LINE 内建就会有就是检举这个不实的讯息，然后加以查核，然后及时的把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谣言跟最新的澄清公布给大家看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就是回应的话，那你就可以具体的去分享。那当然其实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彼此家人的健康，所以就是你如果去看真的假的的谣言资料库里面，其实绝大部分还是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就是什么不要吃什么东西，什么跟什么东西。我就不停太久，不然大家可能精神污染。但是就是说，我们这边就会及时的，当侦测到有某个东西它正在传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快速的去发布一个澄清的讯息。那民间的很多机关，像那个市场的中心，就会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调查报道，然后让大家来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到底是怎么样，它是错误的还是不是错误的，还是它就是。部分说我们有些事实澄清啊等等，那像各位都是关心12年国家的个案嘛，那所以其实最近才有一个谣言说删除了无线通话，这个真的是很离谱。好，那而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教育部的反应速度跟市场的中心反应速度有点快，因为以前通常是上千次分享这边才会播出来嘛，那这个是300多次分享之后它就投了。我们观察到说，我们只要在1小时之内做这样的及时澄清，在大家检举然后到底。就是接受了这个事
的身心讯息就会先碰到大部分的人，然后大家才收到这些想要做出去创作的这些讯息。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就像疫苗，就是你的人口里面有一个他数有接种的话，那大家的流行病就比较不容易去传染。那大家也可以有所谓媒体试毒的能力，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到底要去做什么呢？哦，原来你要去看脸啊，就是要去看这个学习构面，这个一至二至三啊，一至二至三是有无限的，无限的病毒在课纲里面删掉，然后这个生活课的教材说明啊等等，所以就是说他一下子就可以教大家要怎么样子去做审查，去增进大家的媒体素养，而且很快的，像赖说在七月，他就会把什么最新的讯息用。澄清用很漂亮的图卡，像现在大家有看到 Line Today 嘛，它可能就放在 Line Today 旁边，然后就可以一次的就快速的看到最新的这个澄清的讯息到底在哪里。那 Facebook 在国外其实也有跟这些朋友们合作，那就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些朋友们这个澄清它是错误的，那 Facebook 就会在这边打上一个说这是有争议的讯息，请他这边了解更多，而且就不会再把它推到你的朋友的时间线上。就好比方说，你分享了这样一次错误的讯息，他已经被澄清是错误的，那你的朋友，除非他只有你一个朋友，那叫他很别人，然后就开始。但是并不是言论查禁，因为他点击你的那个墙面，他是看得到，只会加上一个警语而已。那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它的传染力会降到5%不到。那这个做法跟我们当年在处理勒索诈骗邮件是一样的。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可能90年的时候，如果有人当时就有在网络的话，可能会记得说，当时我们的 email 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什么奈及利亚的哪一个王子，什么有5000万元，他要一个账号，然后他就把。东西汇过来啊，或者你中了什么巴黎的乐透啊，什么之类的，你只要先付手续费，他就会过来了。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忘记了这些东西了。在我们当年，这个是很严重的，叫做勒索诈骗邮件。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就是说，当你看多了，你就知道说那是要骗你。那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让每一个就是像 Gmail 啊、Outlook 啊，所有这些收信的软体跟网站，都加上一个检举的一个按钮。所以email 是私人的嘛，理论上也不应该让国家来监视。可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诈骗，那你就可以检举，你得把它捐出来。捐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这个真的假的一样，回到一个公共的谣言资料库。所以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公共可以讨论，所以它是可以让大家避疫的。那二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去分析到底是哪些人正在做这样的资讯操纵。那如果他是在选举的时候的话，我们透过这个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我们就可以回推说到底是哪些人付钱在社群网络上面，在媒体上面去登这些相当于政治广告的东西，因为他有对价，他有付钱，然后看看这个东西。那在上次选举的时候，因为我们新的政治现行法已经上路了，所以所有的媒体捐款，他监察院都会用 Excel， 就是大家实在来可以处理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做检查每笔的这个捐赠。所以如果你是境外想要干预选举的势力，绝对不会想让这次袭击，因为你马上就被抓出来，管你有多少人头。但是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去 Facebook 上面下精准广告，你会去请携手去请公关公司去做操作，会去 PTT 买账号等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在上次选举是合法的，因为我们选罢法跟公投法没有想象到这个操作，所以并没有对此做限制。那目前六月即将在立法院通过，希望的举报法跟公投法修正案，就是说，如果你出钱让媒体去看到这些东西，它应该比照政治现实，就是每一笔都应该揭露。而且如果你是小编或者你是官官啊，然后你收了这个别人的钱，那你应该揭露说是谁付你钱。那个如果是公关公司，他必须要揭露谁付他钱，就像洗钱防治一样，每一笔都必须要揭露，在竞选期间啊。那揭露到最后，如果他是外国，包含鲁南澳的这个地区来的钱的话，那这个事实上是有罪的，就是它就跟干预选举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正义清廉的做法，就是确保说，就好像只有国人才能投票一样，就是国人才能够去有用政治现金一样，我们国人才能够去下广告。那下广告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证明说，哎，这个是本国人，而且每一笔金额都没有这个境外的势力。那在上次的选举，虽然我们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但因为它并不是非法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起诉，也
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知道，但这个在下次选举会有所改变，大家讲给大家。有人还要追问吗？因为时间好像差不多了。现场真的会被打回去。我们的问题都尽量简短一点，因为我们剩下时间也很有限。我想问的是一个跟超强比较有关系的事，因为刚才这次跟科技跟数据上，然后我现在听过一句话讲出去，他说现在你要面对的是如何留下自己的足迹，而是要如何删去自己不想留下去的，不想离开这种科技化的。对，这叫做被遗忘区嘛，这个其实是欧洲的就是欧盟的个人资料保护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分成几个，一个是说被遗忘权它要跟什么东西很平衡，就是跟大家想要就是做公共讨论去做，所以被遗忘权并不是无限上纲。那但是呢，被遗忘权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说很多时候你当年可能提供过一些资料给一些平台上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也许这些资料到最后有所改变，已经过期了，比如说你换了什么信仰，换了居住的地方。画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旧的那些东西都还在，而这些东西会被未经演算法里面，那这些演算法就会去导致 bias， 就是导致大家对你的看法会有所改变。那尤其是现在 AI 嘛 ，AI 对你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被遗忘权不只是遗忘，也包含更新，也包含了解它正在被用在哪些跟你有关的判断，所谓的就是给出交代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就是演算法担责等等的这些。在台湾的个资法，其实我们的个资法是欧盟系统，就是 GDPR 之前的那个个资法。那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只要你把你的个人资料给任何单位，包含公务单位或任何单位，你随时都可以请求他用到哪里去了，你要一份副本，你要求更新，你要求删除，你觉得搜集目的已经终止，你要把它删掉，你觉得他已经不是最好的在利用你的这个个资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希望说他就把它从所有记录里面清除，这些都是你不能够用合约去抛弃的个资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可是这个在台湾知道以及行使的并不多，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说台湾没有法律去保护，而是说大家比较没有那个意识说，其实我把资料去给别人的时候，那是一种信托，就是 fiduciary 的一种关系。就好比像说，你告诉你的会计师或者你的律师或者你的医师一些你自己的讯息，但原因是因为他是专家，你希望他为了你的最佳利益，就是 your best interest 来为你服务。但是一旦你觉得说，哎，他并不是为了你的最佳利益，而是因为药商或广告商或随便谁的最佳利益服务的时候，你按照我们目前的规则，就可以去要求他删除或者更正，或者去至少解释到底去做什么。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越去加以抛弃。所以我觉得这里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在那边往往谈，就是那个 GDPR 实质性认定。我们谈完之后，我们会有更好的一套，就是让大家能够很容易的去要求副本删除等等这些方式出现。但是二方面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跟欧盟谈这个实质性认定，我们都要了解到说，我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所以好比像说像这个关于我的那个 InfoBox。里面一直都有说什么我是什么大学毕业，但是上了几年的高中而已嘛。那他把我的老师的大学变成我的大学的学历之类。那这些因为都是跟我个人有关，所以我其实按照我们现有的个资法，我就可以要求 Google 去完成它。那实际上他也完成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的权利。那如果你的资料是你的业者或者是单位不给你这样的权利，或者说你在你的使用者合约里面。抛弃的话，那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这个合法是做这个是不可以抛弃的，他那个合约是违法的。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就是任何跟个资有关的，大概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并不是没有很平行的。如果他是为了这个公共利益，好像是为了基本目的，或者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等等这些目的的话，当然要让个案。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为了你的 best interest， 你交付这个个资给某一个业者或者的话，那你无论如何随时都有删除。对，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了解到这件事情，并且勇于去使用它。好，那我们是最后一位，时间应该还差不多。时间对，确实差不多。好，那还没有最后一位。好，那没有的话，可能到时候。真的吗？没有。好，老师是有。
不起，因为我的问题是刚刚那个，我刚才提问的问题最后一个快看到我提问的问题是没有时间来回答，就是我想请问，就是如果台湾三立城是三月一号的时候，其实三月曾经开放过部分六都的三立城市，我那时候也的确很大，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国防机被乌尔三立那个伊朗主义说当时在舆论的要求跟反应之下。然后暂时下架，是，可是就永远下架。对，那我的意思说，大概六个多月，会再度上架。那以对岸的军事能力科技来讲，应该不用等三 D 建设，应该也早就把台湾的重要的军事看光光。那有必要这样因噎废食？那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会再度开放吗？那如果是还在协商以。如果的资讯能力跟台湾光的资讯能力，怎么会一个这么小的问题处理这么久到现在都没有下？是非常好的问题。不过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刚刚我最早说我入伍的有三个工作条件嘛，一个就是我在任何地方工作都算工作，这叫做 Operation Independence。第二个是说我就是主持任何会议都会公平，都会公开，叫做 Right to Transparency。那第三个就是叫 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所有来我这边工作的同仁，他可以从各个部会，每个部会可以调一个人过来，然后呢，那个人的考级都自己拿，就都准时下班嘛，所以很多人愿意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我这边对他们唯一要求是他们把他们的工作公开，然后让大家能够随时问他们问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有32个部会，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理论上有32个同事，但是我目前只有22个同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所有部委都有派人来我的办公室，然后来用我这一套的方式来工作。简单来讲，就是说他的工作，如果他是不怕人知道，他是怕人不知道。好比像说教育、文化、内政、统传，大家可以想象到的这些，但大概都有人在我办公室。但是像国防部跟部委会，就从来没有派人来。所以简单来讲，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的部分仅限于有部会派人来我的办公室，然后希望帮忙协调这个部分。那因为国防部跟陆委会从来就没有派人过来，外交部是你知道，我知道谢部长上任之后，他忽然发现我们有公众外交这一部分，所以外交还是有机密，但是怕人不知道，就跟他们 EID 对话的部分，外交部就有派人过来，现在是有人的。那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外交，这完全是国防部的事情。所以国防部其实没有派人过来，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案子。时间关系哈。那最后这个问题我只要回答一个，就是是啊。我们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在有效率、有系统的检视所有政府的机关，但因为就是时间不够的关系，所以大家只要上 RAY 啊，或者是青年学生体检政府网站专栏，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用大概30个践行项目。非常有系统的把所有的不同浏览器、不同的手机设备，到现在的不同的数位服务，都去进行优化。那这个因为网站上都有，就不多说。好，不好意思，我们就请老师来做总结。我敢总结了啊，就是我自己的分享或观察。第一个，我想政委很厉害，就是说他虽然各位的问题都不是预先准备，但他可以随时找到一个适合的答案或是实际的案例，表示他是非常优秀。就所有事情都是亲自操作，比如说他一次给我带到蒙台南那么快，像我自己写程式，就是我自己做掉蒙台南台湾厂方面那一点那个事情，所以这点我是个人非常佩服，在基本上知道位高权重，通常都会知道。那我就是第一个我想第一个应该就是说各位可能过去对政务委员工作很不了解，但是。确实，像数位政委的角色，不只是管科技部、管交通，实际上数位方法、数位治理是在各个政府部门都是息息相关，也不是只有在政府部门。我刚刚听到地方创生怎么也在一套这些地方部门也有这样的数位治理的能力，我认为很重要啊。就说只有少数的专家或特定的部会擅长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够的。或者是全民或者国民的意识，所以各位在教育观，我讲也是同样道理。比方说，我们现在很重视数位技术融入，融入就不是上电脑课，我可能在中文课、英文课也有。
治理的时候，你不是有资讯部门，或是像科技部这样的在管资讯，其他人就不用了，不用管吧？我想这是作为提示出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那因为今天在座很多是这个高中地理老师，所以我特别讲，其实政委在谈很多政策或是大家比较一些议题的时候，他会试图用一个比较普世的价值。那其中最具体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和指标 ，SDG 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这个应该也是从社会科或是地理科的范畴。这基本上是现在包括欧盟，就是整个先进国家都蛮认可的，在谈一个公共治理的一个方向。简单讲就是比较普世的。这个虽然叫做永续发展，它实际上不是只有环境，我们一般都认为是环境指标，事实上并不是。它是刚刚包括经济啊、社会，就是刚刚包括政治环境。有了这个是，因为这个并不是某个国家要美国提出来，实际上是大家联合国大家有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很多判断的时候，比方说刚讲赞同的问题等等，有时候因为有政治立场或是这个意识形态，但是你放到这个比较普世价值的时候，比较容易跳脱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刚刚政委在谈很多公共政策也好，或是在回答很多问题，就比方说各位老师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放在这个普世价值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通彻，因为这也不是某一个政治含义，某一个教效系统所做出来，它实际上是比较联合国普世的价值，就是我觉得可能老师在教学现场可以善用的工具。但事实上现在也确实，我想政委还有的工作就是说，也希望把这些导入在我们施政上面。部会在做他施政规划的时候，也可以不要从部会本位，因为我认为过去的传统就是部会的本位，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预算，保护自己的人员。但是如果把它放到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很多事情可能就要重新思考啊，这是我认为我自己看到很重要的一点。第三个就是说，政委不断强调对话。但是他讲的对话也不是把大家拉在一起各说各话，或在他们讲辩论，他更强调的是用数位工具来诱导出良善的对话。当然我认为这些都还在尝试当中，就说具体是哪个工具比较好，为什么公司的，说实在的我经验也没有很清，但是我知道说这些数位的工具就是这样广播的这种我们可以改善，就说你也可以准备观看，就是分一代，但事实上好的工具确实能够凝聚共识，所以这个样的努力要不断的去尝试，就是说我们揣着各样的工具方法，当然数位投票问卷的方式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然后能够促进对话，也不要对现在的媒体啦、网络啦这些数位工具太悲观，这些工具都是中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去尝试，不管是沙箱也好啦，不管是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也好，都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不是没有。对，那就让别人来决定这些工具怎么用。这是我对于政委的报告，我自己观察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正确，不过我觉得政委有补充。没有，我觉得最后就是非常谢谢大家问的问题了，因为大家如果不问问题的话，我们早就提早结束。不管是举手或者是线上朋友通过 Slido 问非常高品质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的互相激荡才是我们所谓的学习型的组织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每一个问题是好像是你提出问题就必须解决问题啊，不然就会被解决嘛，常常在这样子，还是说你问题抛出来之后，因为一定程度的匿名性或者是大家投票或者一定的机制的设计，让它变成大家共享的，可以一起跟问题相处。的那个经验，那如果你是做组织的管理者的话，那也可以想一想说怎么样让你的组织变成更多的可以让大家一起跟问题相处，而不是你问题提出就可以去解决，不然就要被解决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是我们从威权好不容易现在到民主，到未来更进一步的参与式的民主深化，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学习大家一起长期的跟问题相处。那我想就这样，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我觉得今天我个人收获非常多，我相信诸位也是。然后就把政委的这些讯息带回去你们教学现场。